40年前的时候的平均结婚年龄是25岁，现在是32岁。你修这个法会影响到帮助到什么人？可以告诉大家吗？所以既然你不知道30岁结婚，那怎么不知道30岁结婚？你没有知道30岁结婚现况。我先问一个问题哦，在台湾现行的法律之下啊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，你知道可以选市长是几岁吗？可以选市长40岁，26岁。选总统是40岁，选总统是40岁。我方问你哦，对于结婚来讲是个人行为的前提底下的话，你认不认为结婚它极有可能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家庭？那也不一定啊。哦，为什么不一定？您方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结婚不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家庭？这个是我们的风险。我现在有点问题了。你认为现在社会是越来越晚婚还是越来越早婚？现在社会的集体倾向是越来越晚婚，没有错。但是这跟人18岁可不可以结婚这之间并没有关联。如果现在是越来越晚婚，40年前的时候的平均结婚年龄是25岁，现在是32岁，你修这个法会影响到帮助到什么人？可以告诉大家吗？所以既然你不知道30岁结婚，那怎么不知道30岁结婚？你不要知道30岁结婚现况，你告诉我。我输了，我举白旗。可以，去找他。谢谢董哥。你拿后面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